又处其位。小皇帝懂不懂国家大事？不懂啊，他还在吃棒棒糖玩滑板车看喜羊羊与灰太狼啊。小朋友最信任当然是妈妈嘛，可是呢，妈妈懂不懂？妈妈懂不懂？不懂嘛，古代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嘛，所以妈妈交给他最信任的人。妈妈最信任谁？妈妈怎么会信任宦官？宦官又没办法带给他快乐，他怎么信任他？来，同学，妈妈最信任谁？他的哥哥弟弟或者是爸爸嘛。那妈妈的哥哥弟弟跟爸爸我们称之为什么？外戚嘛。皇帝早夭，幼主即位，大权旁落于外戚，皇帝长大靠宦官夺权。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，主角是谁？皇帝是不是主角？不是，主角是谁？外戚跟宦官嘛。最佳男主角是谁？外戚嘛。为什么？因为宦官是女主角嘛。我会教你视力的错角，让你去看旁边的答案。安内听我吧，正所谓宁愿没人格，不能不及格哈。天地有正气，考试靠作弊。今年不作弊，明年当学弟。安内听我吧。